有很多客户问，为什么你们的设备170-180万？我问了很多，有70-80万，比你们差100万，差距在哪里？大家不要光从这个价格上看，单单看一个这个镜头前面的这个静电出级，静电出级是这个熔喷布能不能达到 N95， 能不能达到9599级别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。如果他用的静电出级是单面两级的静电出级，那跟你说，基本上不可能达到80以上的，不可能生产出80以上的布。我们这个静电出级是可以达到6万伏的双面4级的静电出级。